在吃饭之前呢，我们有请达义法师给我们致辞，好吗？达义法师是我们安省潮州会馆，我们的也是我们，他是我们潮汕人，所以呢，我们很有福报有这么一位的大师。We'd just like to introduce Da Yi Master, President of the Chao San Temple, for a few words. 不好意思啊，本来大家肚子都饿了啊，所以我不要讲太多啊。我觉得呢，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数目，加拿大安省潮州会馆36周年啊的这个晚宴啊，36是一个很吉祥的号码，这个三是福乐寿。所以今天晚上大家来参加这个盛会的都有福，都有乐，都有寿，福乐寿。那么十是什么呢？十全十美啊！所以大家在2019年呢啊，每一样东西都很顺利。另外六是什么？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六是什么？六六大顺。所以我祝大家吉祥如意，六六大顺，阿弥陀佛。